那驾着砂石车，乘载着土石炮，要前往国道三号的方向。他自称，在行驶当中，因为刹车机件失灵，而造成炮倒退滑行而翻。那这件车祸，所幸只有车辆受损，没有人员受伤。那之后，我们针对所负载的砂石炮去播放，发现有超载行驶，我们依法告发。